하나님의 말씀은 上帝的话语是 出埃及记12章1节到14节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 出埃及记12章1节到14节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 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分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 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再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阿门。让我们为了听上帝的话语祷告，为了见证话语的主的仆人。 为他祷告，也为了我们的灵魂能够以同样的圣灵得到感动，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领受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放声的祈求上帝的帮助吧。 모든 세상의 속한 우리의 그러한 모든 이론들을 제하여 주시사 오직 하나님의 뜻만이 선포되고 우리 하나님이 우리를 통하여 이루시는 모든 일들이 선포될 수 있도록 되게 하길 원하오니 주여 역사하시고 도와주시옵소서. 우리 모두를 하나님께서 도와주시사 하나님의 놀라운 영광을 우리에게 허락하시옵시고 특별히 말씀 전하시는 주의 종을 강건하게 하시사 피곤치 않도록 하여 주시고 하나님의 모든 비밀 정말 창세로부터 감추었던 모든 비밀이 다 드러내는 시간 되게 하여 주시옵시고 하나님께서 주신 자 영원하신 우리의 구세주 하나님의 우리 그리스도의 모든 뜻하시고 행하시고 우리를 통하여 이끄시는 일들이 다 선포되도록 역사하시고 도와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시간 도와주시사 우리의 모든 부족함을 제하시며 우리 하나님의 풍성하심과 우리 하나님의 넘치는 지혜와 우리 하나님의 넘치는 지식으로 우리 심령들 다 채워주시고 도와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시간에 온전히 하나님께 하나님께서 도와주시기를 간절히 원하오니 오늘 예배를 통하여 오늘 말씀을 통하여 큰 은혜 받도록 하나님께서 도우시고 역사해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 天父啊 今天你又呼召我们 感谢您让我们相信上帝的生命 主啊，求你让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要怀疑，坚持到底，并且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的义只有耶稣的血。让我们从题目开始一起阅读今天的讲章。我的义只有耶稣的血。上帝是实际存在的，他创造了世界，并将气息赐给万物，叫万物拥有呼吸及性命。这是上帝的自然启示，为的是叫人明白有比性命更永恒的生命。如同性命在血里一样，上帝的生命里也有血。天上地下再没有像上帝一样的神。上帝是独一的生命。道即罗格斯是穿着见有血的上衣服的上帝的道，故此能救我们的义只有上帝的血。上帝说，若在门前看到血，这家必然得救。逾越节羔羊的血是比喻，实相是洒了上帝血的灵魂必然得救。人即使有功劳或义，也救不了自己的灵魂，只有耶稣的功劳才能救我们。不要夸耀自己，人只不过是罪人。要见证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所受的禁礼区分了罪与义。通过禁礼，罪人死了，义人活了。阿门。让我们唱184章赞美诗。184章，边鼓掌边唱。来也绝人心，耶稣也必把给我们，把喜送给阿弥陀，耶稣也必把给我们，耶稣也可怜你，那里也怕我你，去阿罗去怕他，耶稣也必把给我밖에없네사죄하는증거도예수의피밖에없네예수의끌린피나이게하오니귀하고귀하다예수의피밖에없네나의죄속하기는예수의피밖에없네나는공로없도다예수의피밖에없네예수의흘린피나리게하오니귀하고귀하다예수의피밖에없네평안함과소망은예수의피밖에없네나의의는이것뿐예수의피밖에없네예수의흘린피나이게하오니귀하고귀하다예수의피밖에없네영원토록내할말예수의피밖에없네나의찬미제목은예수의피밖에없네예수의흘린피나이게하오니귀하고귀하다예수의피밖에없네하나님은실존이십니다上帝是实际存在的，上帝是活着的上帝。水从海边流出来的水围绕
全世界，但是泉水呢，非常小的泉水却不咸，在很小的岛上涌出来的水，是从太初到现在一直这样流出来。这所有的万物都在显明上帝是活着的，风不停地吹，云飘着，不停地往东消逝，这都是在显明上帝是活着的。草不断地生长，树不断地生长，到了冬天变得凄凉，但是到了春天呢，万物都复苏，这一切都在表明上帝是活着的。我们看到早上升起的太阳，晚上又看到月亮，就这样通过公转和自转，这都是不停止的，这在表明上帝是活着的。人们把这个叫做自然，自然不可能比上帝完全，自然并不是说自己活着，而是按照上帝创造的样子反复的运行。就像人类父母去世的话，自己然后通过子孙又一直这样繁衍后代一样，通过这个也能够显明上帝是活着的。所有的一切虽然时间过了都会消失，但是上帝他依然在做自己的事。上帝给生物，比如说苍蝇、蚊子，即使再小的这样的生物，上帝也给他血，所以他们的性命得以存活。这个就是一种呼吸。上帝给肉体能够呼吸的血，因着血所以能够呼吸。只要有血的话，这个身体也会活着，如果没有血的话，血如果都流出来的话，这个身体也会死。老人呢，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都用尽了，死去的话就再也没有用处了。如果没有血的话，人会死，只有有血人才能活。但这个血只不过是用鼻子喘的呼吸而已，人的灵里面是没有血的。上帝给人赐下了灵，把这个灵叫做什么？叫做活人的母亲，指的就是血。但是他被魔鬼欺骗犯罪，因着堕落临死了，
하나님께서 사람에게 곧 사는 영을 주셨는데 上帝把叫人能够活的灵赐给了他，但是灵死了。因为人已经是灵性存在，所以只能叫他下地狱，在地狱里面永远消灭，就是不消失的，永远在地狱里面消灭下去。但是上帝有莫大的忍耐，上帝应许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只有上帝是真神，没有一个神是有血的，天使也没有血，没有一个神是拥有血的，只有上帝是独一拥有血的那位。上帝的道就是穿着见有血的衣服的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就是上帝。上帝这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灵呢因着罪死了，没有血，所以上帝为了赐给我们能够救活我们的血，把耶稣基督差到这世上，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留下了宝血，耶稣的肉体死了，耶稣受死就是我们要担当的过犯，我们要担当的罪，他替我们，他的肉，他用肉体替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他离开的时候，受死的时候说，父啊，求你接受我的灵。不是说耶稣的灵都死了，而是耶稣的肉体死了，灵到乐园三天之后，耶稣受死的身体又复活了。怎样生命再进到耶稣里面了呢？到乐园里面的这个灵进到耶稣已经死的尸体里面，所以耶稣又活过来了。就像这样，我们是怎样活过来呢？是因着上帝的生命，就是血，只有上帝的血才是生命。我们的人的灵已经死了，所以人凭着自己无法活过来，所以上帝把他的血输给了人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里面说，你们喝我的血才能有生命，才能得着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喝耶稣的血，这不是教理，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喝上帝的生命，怎样喝他的生命呢？
上帝的道是罗格斯，就是穿着溅有血的衣服的道。我们因着领受这道，他的命令就能够叫我们活，让我们永生。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血进到，因为上帝的道，上帝的血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今天大家与我，并不是因着进到这个礼拜堂而活过来，只有来到这里才能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到这里，渴慕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话语，然后把这话语迎接到我们的灵魂里，从而以死的灵靠着上帝的生命活，不是我活过来，而是耶稣在我的灵魂里面活。我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要明确的清楚的知道，要不然的话，可能即使过了几十年的信仰生活，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事会丢弃信仰，丢弃离弃上帝。有的人以为过信仰生活好像是为别人似的，为别人过似的，持有非常傲慢的态度。如果有人离弃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之前所做的能得到认可吗？是不能得到认可的。我开始得到了恩典，上帝的生命就进到我里面，我得到了恩典，从此以后就要让上帝的诫命一直要停留在我们的灵魂里。但是在某一个瞬间受了试探，不呼求耶稣的名，受了试探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会奉耶稣的名祷告，会呼求耶稣的名吗？后来就问他为什么不来教会了，他说以后再说吧。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也不呼求上帝的名。这个看似是他凭自己这样去做，但是一旦离弃耶稣的话很难再恢复。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因着相信耶稣受死复活，我们不仅仅是把这个信仰只是用头脑来知道，而是通过浸礼参与了耶稣的受死，然后从水里出来又参与了基督的复活。就这样我们与他完全合一，与他联合了。浸礼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就是与基督完全联合。之后进到基督里面之后，我们怎样去维持，怎样去持守呢？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圣灵，等候父要赐给你们的圣灵，通过圣灵过信仰生活。圣灵是谁？圣灵是保惠师，保惠师按照汉字也能够知道它的含义，保就是保护我们的，惠就是赐恩典给我们的，师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圣灵来的话，
我们会听上帝的话语，会看上帝的话语，听讲道，不仅仅是听，然后看这个话语，而是就好像牛吃草之后一直在倒脚一样。我们会不断的这样重新这样查考上帝的话语，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是，他不做别的事，而是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叫你们明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靠着圣灵所听的话语叫做真理，如果不靠着圣灵听的话，这不叫真理。 靠着圣灵所传的话语叫做真理，圣灵来叫人认识真理，叫人明白上帝的话语，想起上帝的话语。大家现在听了上帝话语之后，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或者是常识解释的， 听了话语之后啊，原来是这样，我们要让圣灵叫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让圣灵来叫大家明白上帝的话语，关键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4章说，圣灵来，他做什么样的事，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不能看见也不能领受，而你们知道他，认识他，因为他会在你们里面，圣灵来了，会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会叫你们明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今天大家听到，然后回去之后， 大家靠着圣灵会再次想起或者明白所说的话语，所以这话语呢一直一整天的一直会运行在圣徒里面。圣经里面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圣灵做工在他里面，上帝的话语就能够运行在他里面，靠着圣灵，圣灵是一直会让我们明白已经听到的话语，所以这个人会有灵感。 所以我们能够抛弃所有的疑心，能够明白话语，能够想起上帝所说的话语，这样的时候就能够打退怀疑的心。大家在每一个瞬间，很多人在很多瞬间怀疑上帝，所以不依靠上帝。 现在智能手机可以说是这时代的一个革新，现在它改变了这时代的文明，不知道这个会做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从此以后也不需要什么盖章印章，也不需要现金，人们都用智能手机来去做操作这一切， 甚至连人的大脑都躲去了。但是因着这个智能手机，人类也并没有改变什么。过去人需要劳动才能吃饭，然后能人过去的人
他们也能够活七八十年，现在也是，只是医学稍微发达了而已，并不是说人改变了，只是因着这科学文明，但其实总的来说是人变得越来越颓废。今后五年之后，报道也这么说，今后五年之后，机器人它在饭店里面也能做63%的工作，所以它能够夺走人的工作。所以在美国，有的人呼吁说不要开发机器人了，所以有的人这样罢工。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吧。现在在先进国家，因着人工智能，人们的很多的工作被夺去了，人们所以呼吁说不要再开发机器人了，到街上罢工，视为罢工。今后五年之后呢，据说机器人它抢走人力63%，这样的话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因着文明看似人很方便，但是呢失业的人却越来越多，叫人更加痛苦。人必须得干活才能才能生存，上帝就这样造了人，所以肉体需要汗流满面的劳动，但最终人的肉体要归于尘土，上帝这样定下来了。但是人所开发的人工智能却夺去人的这样的一切，今后五年很快就会来。这个速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们，我们听上帝的话语，要把这话语接到我们的灵受，在我们的灵魂里面，让圣灵时常的要让人明白这话语，不是别的话语，而是有上帝血的道。我们要喝上帝的血，听这话语，要把听到的话语靠着圣灵把这话语再进到我们的灵魂里。但是智能手机却夺走了这一切。我们查考圣经，为了把装在头脑里的再进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依靠圣灵。但现在呢，人们在智能机里面都有圣经，就好像是这个智能机里面新旧约圣经都有，但是有的人却误解这就是自己好像自己有信仰似的，自己也被欺骗，被科学欺骗，就这样的与上帝的关系被离间了，现在也是这样。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
带领查经会，我说哪个经文这样这样说，有的人呢就在下面拿手机查。如果把这话语放在头脑里面的话，那么会靠着圣灵把这话语再领受到灵魂里面。但是呢，他们一直在翻智能机，就好像是给已经命定要灭亡的人，像这样的人讲到一样。现在以后呢，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圣经里面说，上帝叫人记录，圣经里面说，上帝在自己面前的生命册上记录，上帝在天上记录，而且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记录，我们都拥有这个记录。这是几千年前已经告诉我们的。上帝并没有说你把这个记录到你的智能机里面，并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个时代是跟上帝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亲爱的大家，我过了好几年的信仰生活，靠着这个功劳是绝对不能得救的。我们人的义可以得着称赞，可以得着赏赐，但是不能靠着这个义得救。这个赏赐是有肉体的时候能够得着的，将来到天上也许会得着报偿，但是不能因此而得救。人们把得救和得奖赏把这两个混淆，任意而活。我们不要先追求吃什么穿什么，而是要先求上帝的国与义。只有上帝的义才能拯救我们，只有上帝的血才能拯救我们，是这个意思。只有上帝的功劳才能拯救我们。我的义无法拯救我，但是今天有些人呢，拿着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了好几十年，那是你自己的义。在这地上你是很优秀的长老，很优秀的执事，所以因此而受人的爱戴，受人的尊敬。因此呢，你在这地上生活在这世上期间呢，会得着报偿，但是不能因着这个得救。有的人说，我奉主的名赶鬼了，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开始这个人有信心，领受了上帝的话语，靠这话语赶鬼，但是渐渐他把这个信心给丢弃了。他丢弃这信心的之后呢，他死了。上帝并不是说拯救他之后再反复的拯救他，救恩是单次性的。所以如果这人不持守已经得到的救恩的话，是无法得着的。所以忍耐到底才能得着。如果他没有持守的话，即使他有很丰富的阅历，他一旦离开上帝的话，就什么都得不着。所以圣经里面说，受了浸礼，受了按手，参与圣灵，品尝了恩赐之后堕落的话，就不能再重新懊悔了。我受浸礼了，我受按手了，我领受了圣灵了，我说方言。方言是开始，虽然开始了，但是它还没有持续下去。有的人呢，只是说方言之后还有很多的恩赐，大家果真是又一直在成长吗？
开始非常的喜乐，然后非常喜乐的讲说方言，但是很之后呢，却懒于与圣灵交通，这样的会怎么样呢？如果品尝这一切之后堕落的话，就不能重新懊悔了。他之前已经悔改了，但是他不能再懊悔。 之后呢，再也不能品尝圣灵，再也不能他的这个恩赐是不能再得到恢复的。认识真理之后，若故意犯罪的话，就是再回到过去的样子的话，不能再赎罪了，因为赎罪只有一次。所以大家与我 通过圣餐，耶稣的血，上帝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纪念，通过圣餐纪念这个事情。我们就是每年过生日，不是说我重新出生，而是在纪念我在几几年出生的这个事情。就好像这样，圣餐是纪念。 圣餐就是纪念，天主教与基督教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天主教他们主张圣餐的时候，这个杯成为耶稣的血，他们主张话题说这是说谎的。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以下说， 圣餐是纪念，圣餐是纪念的。怎样纪念呢？我已经靠着耶稣的血得救了，我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了。相信这个事实，我能够得救的原因是因着耶稣的血，100%是因着耶稣的血。 不是说90%，而是100%都是凭着耶稣的血得救。就这样去传扬，大家在这里面圣餐完参与圣餐之后不去传扬的话，那么这个圣餐也没有什么意义。你承认我靠着耶稣的血活了， 你不去传扬我有耶稣的义、耶稣的血这个事情的话，就等于是干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人会受惩治。32节，格林多前书11章32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 生病，为什么会过着艰难的生活？因为怀疑上帝。如有的人呢，一旦过了很长的信仰生活的话，因着这个阅历，以为自己信仰很好，但是呢，实际上他与上帝非常的远离上帝。 他的经历呢，阅历呢，会得着报偿。我们做的献身会得着报偿，但是得救是一次性的。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这独生子叫他受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不能再让他再受死了，不能再做了，永远不能再重新做了。 大家如果小看上帝的话，对大家没有丝毫一点好处。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不让人信耶稣。耶稣是上帝本体的形象，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 是喝他的血的人，我们已经喝，我们是
已经喝他血的人，我们通过圣餐来纪念我们已经喝他血的这个事实。今天经文是在讲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个故事，逾越节就是过去看到血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他降下灾殃，而是越过他们拯救他们，所以叫做逾越节。上帝的关心不在于牲畜的血，也不是人的血，上帝的关心在于上帝的血。他们宰了羊，把这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他们顺从进入了迦南地，但是他们却无法进入天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天国。你们从祖先开始经历了这个事情，从此以后你们要信我，喝我的血才能进天国。上帝这样告诉我们，你不要怀疑耶稣的血。让我们攥紧拳头说，我的灵魂呢，你不要怀疑主的血。让我们大声说，我的灵魂呢，你不要怀疑主的血。请站起来，我的义，我能够夸耀的义，只有耶稣的血。我们没有自己的义，没有自己的义，凭着我的义是无法得救的。我的靠着我的义，也许会得着赏赐，但是无法得救。只有耶稣的血才是我们的夸耀，是我们的义。亲爱的大家，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叫我们明白这血在我们里面。大家听过骨髓病吧？造血是在骨头里面。圣经里面说，上帝的话语进到骨子里面。大家，这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让你的话语完全刺透到我的骨髓里。求你来彰显这话语，是活着的话语。求圣灵，让我不要忘记24小时，不要忘记宝血。做梦也要做宝血的梦，求圣灵来做工吧。宝会师就是为了做这事而来的，我们要依靠宝会师。旧约的人，他们把天使叫做宝会师，靠着天使是无法得永生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宝会师，就是圣灵宝会师。只有圣灵宝会师才能救活我们，让圣灵宝会师叫你见证你里面的你拥有着耶稣的血。让我们为此放声祷告吧，请恳切祷告。天父啊，主啊，求你让他们靠着圣灵明白宝血的能力，求宝会师圣灵叫他们明白宝血的能力，让他们明白宝血的能力。天父啊，我们靠着圣灵宝会师的能力与爱，让我们明白主的宝血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
여러분 정말 이건 기념입니다. 这是纪念圣餐，是纪念。 大家已经喝了耶稣的主耶稣的血，从此以后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帮助，不要怀疑血，永远不要怀疑主的宝血。嘱咐大家，不要永远不要怀疑主的宝血。 십자가 위에서
하나님아버지감사합니다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顺从主的命令如此进行了圣餐这时间我们恳求你让我们通过圣餐再一次纪念了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主啊求你让我们又成为一个饼让我们去传扬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更好的被主使用让我们更加依靠主的宝血从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靠着主的宝血合一的肢体奉耶稣的名祷告让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归道的比利亚人我们是圣乐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呼喊了我们感受了爱我们的人的温暖我们知道爱教会之人的火热的心真正的献身的基础就是与上帝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的献身非常火热今年也要把荣耀归给得胜的上帝圣公半世纪以来圣乐教会宣布了上帝的意图比利亚上帝以圣灵的能力来做了见证凡相信上帝名的人跟随这名的人我们会聚在这里教会创立49周年圣乐人在这一天会聚在这里赞美得胜的王耶稣归荣耀与上帝从而以喜乐的心迎接教会创立49周年亲爱的圣乐人我们现在齐心协力的将准备的那一日马上快要到来了2018爱教会献身礼拜及教会创立49周年圣乐人合家欢聚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我们教会一年的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日子献身是我们与上帝之间最真诚的这样的表现比这世上任何一个我们通过上帝的教导知道这是蒙上帝爱的方法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还是会不屈服的不屈者一如既往的会把我们的信心告白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上帝亲自养育我们圣乐教会看顾我们圣乐教会我们确实的知道上帝使用我们教会看顾我们教会所以
不会被这人的花言巧语欺骗。我们那一日聚在一起，重新确认上帝呼召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这美好的传统。希望大家多多为这一天祷告，也希望大家为这一天多多的服侍。让我们这时间同心合意的祷告吧，让我们合家欢聚日能够成功，为此合心祷告吧。또우리의신앙이준비되고우리의진실이준비될것입니다하나님도와주셔서어찌하든우리의신앙이하나가되고우리믿음이진실로하나님앞에나타나며세상에보여주거나자기의의와의를드러내는것이아닌참으로우리하나님의인도하심가운데서거룩하게영적으로승화되고영원한우리하나님의사랑을받고영원한우리하나님의모든참기쁨을얻는이기회가되기원합니다하나님도와주십시고오늘부터영원토록펼쳐지는우리의영생의길에서서우리하나님의최고의기쁨과최고의인정을받을수있는기회가되시도록우리모두를도와주시고역사하시옵소서우리교회주님이친히인도하셨고주님이창립하셨고주님이불러주셨고주님이선택하시오늘사용하셨사오나오늘의어려움이있사오나모든어려움과모든빈혈과모든폭력적인모든요소원수들의요소들이물러가고우리가회복되기를원하오니하나님도와주시고오늘우리의준비들과모든우리의사랑으로말미암아이모든것들이극복되도록역사에주시옵소서하나님아버지감사합니다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正在准备献身主啊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上帝亲自带领我们看顾我们教会一直这样的带领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不要有一人受欺骗所有跟随人的这样的因素从我们教会完全离开主啊求你让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唯独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充满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屈膝在上帝的恩典面前让我们唯独把荣耀归给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的献身还有教会创立49周年合家欢聚日有主题的是归道的比利亚人我们是圣乐人这是哪一天的主题我们先练习一下归道的比利亚人我们是圣乐人归道的比利亚人我们是圣乐人请转进拳头大声这样呼喊吧归道的比利亚人我们是圣乐人阿门자여러분을축복하겠습니다자리에서일어서주세요请站起来我为大家祝福如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无限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一同献上礼拜的圣乐人及比利亚人的灵魂与他们的家庭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함께 힘 있게 배려의 노래. 让我们，大声的唱《比利亚人之歌》二三节。침례받으실분앞으로나오세요침례받으실분보혈이있는곳에생명이있다소망을굳게잡은예수의증인말씀은진리시다하나님의뜻세상을이기는예수의사랑순종은하나님이기뻐하신다믿음을실천하여본능을맞아온우리가성령으로하나된배회아하나님의의도사랑하는배회아사랑모두가힘있게믿음이있는곳에영광이있다혼신을기뻐하는예수의증인예수이름하나님으로열류관받아쓰고찬송부르자인내와부활로서승리하셨다세계가변화되는예수의복음온우리가성령으로하나된배회아하나님의의도사랑하는배회아사대성전을떠나실때离开礼拜堂之前呢，大家跟左右的弟兄姊妹们说一下劝勉鼓励的话。谢谢你，加油吧，得胜吧。也要跟远处的弟兄姊妹们以微笑这样打一下招呼。希望大家多多的彼此鼓励。사랑하는성도여러분감사합니다亲爱的圣徒们感谢大家